月第一個星期六，對你對我都係一個大日子。12月5日，屬於香港人嘅傳奇一刻嚟到啦！12月5日，東亞運動會正式開幕，香港加上8個東亞國家同埋地區，大約2300名運動員進駐20個場館同埋幾條公路賽道，喺你面前參與22個項目，爭奪262面金牌。700000人以全港亞運。12月第一個星期六，約定你一齊睇開幕禮同埋精彩賽事，仲可以參加埋東亞運攝影比賽，補足傳奇一刻。我叫做跳跳虎，我哋兩個都是今晚大會的司儀。今天很歡迎大家來參加詠春江志強拳術會14周年紀念慶典暨第三屆武術交流大會。在這個時候，我們首先請出我們的創會會長江志強師傅，永遠榮譽會長梁偉雄師傅，張達成副會長，張建威主席，邝劲松副主席陪同今晚咁多位主礼嘉宾上台就座。咁以下落嚟咧，我哋将会进行呢个醒狮嘅簪花挂红同埋点睛嘅仪式噶。今日大家都睇到我哋台前就有5只醒狮。咁首先咧，第一只醒狮，我哋系有请江志强师傅陪同周连发师傅同埋冼国林师傅为我哋主持嘅。醒狮点睛，富贵繁荣，风调雨顺。世界和平。多謝大家今晚咧咁忙之中咧抽時間嚟出席參加我呢個拳會嘅周年武術大會。詠春拳發展到喺今日咧，係有賴我哋一班詠春拳嘅前輩。首先喺60、70年代咧，好努力咁作出佢哋嘅貢獻。喺佢哋嘅貢獻裏面咧，喺令到喺香港扎下一個好深厚裏面嘅根基。而家咧就先嚟邀請啊！陳式太極拳咧，曾卓兒師傅嘅，因為佢仲未食嘢，專登要等打功夫出去俾佢打尖都唔緊要啦。有請啊，曾卓兒師傅嘅。
咧，由阿江志祥師傅帶領之下咧，有一個祝酒嘅儀式嘅，咁我齊去敬酒啦。唉，由阿江志祥師傅啊帶領啊。好多謝各位今晚咁支持我哋拳會嘅周年晚會，我代表我哋拳會衷心多謝大家今晚走嚟再望啊，招呼唔到，我衷心叫大家杯，飲杯！来杨飞，咁咧就邀请到嚟自福建泉州少林寺嘅武僧拳嘅教练啊，释李刚同埋释李峰两位师傅，由泉州少林寺嘅武僧曾经喺世界各地嘅华人邀请，专游南少林嘅武术，沙士期间应康文主邀请嚟讲嘅，教授南少林达摩经、易筋经嘅。今晚我哋会为佢哋表演嘅传统南少林少林武术，佢咧亦都有啲有幅画系送俾我哋阿江志强师傅嘅。啊，有请我哋江师傅出身。啊，非常多谢啊！啊，好珍贵，千里迢迢由福建一路带落嚟。好，请俾啲掌声啊！哇，厉害！好啊，哎，好，好，好！哇，真系，哦，吓，细路仔识啊，犀利咧！哇！好多謝兩位啊，好，亦都有請。而家咧有一個精彩節目，由江師傅咧由蛇變棍啊啦，打次詠春嘅六點半棍。好，哇！俾啲掌聲啊！谢谢你。